Little Panda Storytime.熊猫故事会。This program is provided by Ingwer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Princeton, an English-Chinese immersion school partne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Curriculum, educating students aged 18 months to 8th grade from across the tri-state area. 雪狮子，作者鲁宾，绘画胡永凯，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到熊猫故事会。今天的熊猫故事会，我们来听这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雪狮子。雪狮子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雪地里滚雪球，雪球对个大狮子，狮子，狮子，开大口。少条尾巴怎么办？有了，插上一把破扫帚。半夜里，静悄悄，雪狮子伸伸腰，一蹦一跳站起来，摇头摆尾，大声叫：我是狮子，我是大王，我的肚子饿了，谁来填饱我的肚肠？他看见小狗就咬小狗，他看见小猫就咬小猫，吓得小狗汪汪叫，狮子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吓得小猫喵喵叫，狮子来了，快逃，快逃。有位老爷爷听见狗叫猫叫，走出门来瞧一瞧，笑的胡子一翘一翘，小猫小狗，别跑别走，哪有狮子屁股上长了一把破扫帚？雪狮子来到老爷爷家门口，雪狮子朝着老爷爷一声吼：小狗小猫不够吃，再吃一个小老头。小狗打哆嗦，小猫往后躲，老爷爷呢，慢腾腾地把话说：狮子，狮子，累了吧？请你坐一坐。狮子，狮子，冷了吧？请你烤烤火。等会儿再吃，小猫和小狗。吃了小猫小狗，再吃我。雪狮子说：也好，也好，小猫小狗火里烤，你这小老头也跑不了。老爷爷说：真好，真好，你先坐着烤烤火，马上就能尝到好味道。小狗搬柴，小猫搬草，老爷爷一划火柴棒，柴草
呼呼呼呼地烧。狮子说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我的汗水像雨浇。老爷爷说，你伤风，你感冒，出点汗水就会好。狮子说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的身体在变小。老爷爷说，快加柴，快加草，管他受不受得了。后来呢？鸡叫了，天明了，小朋友们打个滚儿起来了。真古怪，真稀奇，雪狮子在哪里？只有一把破扫帚，悄悄留在雪地里。小朋友们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小朋友们猜来猜去猜不着，找不到，猜不着，快去问问老爷爷，要不去问问小狗、小猫。好，小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《雪狮子》。故事的最后，雪狮子去哪里了呢？对了，雪狮子呀，是雪做的，烤着火，雪狮子就融化了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熊猫故事会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熊猫故事会再见，大家再见了。